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听到家 ，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啊，忙睡，拜拜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30岁了，现在是0:33，好听吗？我30岁第一天就开启了这个嗓子，所以我可能接下来人生都会这样子唱歌。现在是9月19号的0:36，我刚出宿舍，今天是我们宿舍最后一天。没有想到今天来那么快，主要是跟我这把新的嗓子好听吗？各位，好听吗？好听，还要记得关注我的新歌哦。唱第一遍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姐爱我吗？我爱你，我超爱你。想站起来，十对着我选一个。哎，石凯，今天说了一句话，怎么了？石凯，刘蒋先问我，叫我选你和他之间的队长。那今天我最大怎么了？十二点之前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生日快乐！希望我的礼物你会喜欢。我录完我的电话。下一秒向你靠近，梦已准备就绪。Show you我的心绝不放弃。我上面第一天，但是我们十四号就来了。这是十三号、十二号。我一头坠入你的眼睛，肆无忌惮的一路抛弃你心底。预备备，他是我们的大可爱，耶！还有我们大期待，耶！他是我们的大天籁，耶！而且还是最大范，耶！范！啊！张晋收出加和线，耶！完美的声线，耶！歌声快乐听得见，耶！决赛，当！舞台见，耶、yeah! yeah, ！我们要准备上去了。这个是凤小月，噔噔，朱信杰，米亚比，等等，黄潇。加油！加油！太热了！加油！加油！猪猪！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！加油！发！哇哦！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不知道为什么对你说喜欢你说不出口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
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，表白，表白，表白。宇哥，你觉得哪样比较好啊？其实我一开始在想，因为它里面有一点那种 synth 的那种东西，它是有点小电子的东西，我觉得电子阴暗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范围。你是哒哒哒哒，第一排是罗人表白，那心中的依赖。我能传开，把最想说出来，这一段故事不会太精彩。今天是义工的哎，今天是义工，今天就是义工，咱们加油，加油，耶！自拍就别给自挖烂叫了。哇！哈哈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部落的黑暗料理，哒哒哒哒，哦，就没有，绝对没有后期的感觉哦。你看这夏日最适合吃的这个特饮，这披萨感觉很厉害，给他一个特写，谢谢。这个吗？Winter， 能够乖过冬天，这不好的。这是秋天。
好现在是20:03。你现在准备要去干嘛？我现在准备去吃牛油。我们说，我现在已经忘记油还有炒，还有那种盐的香料那味道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你怎么就被我们说服来？主要是太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然后希望没想到。你知道现在有谁吗？是，还有上海。知道。有网传好的名单。你会期待谁啊？会期待吗？我觉得有个叫余党的很不错，大家可以关注他一下，我特别看好他。现在最怕的就是讲错话。你觉得你最可能讲出什么话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什么讲，就希望这段视频可以被剪下来，希望下次一不小心讲错话的时候，又会得罪到哪位哥哥们了，请把这段视频发给他们。我爱这个世界，是我希望世界和平。是真的。那最后给自己一个祝福，给自己立个 flag 吧。我希望这个节目结束以后，我能够恢复到不需要控制饮食，但是每天有特别清爽的身心。那我还是一个很比较健康的一个那个生活跟吃。所以你们不要担心。那你的心有就是说一些什么？这段时间虽然一直出来，然后也比较多机会跟大家见面，但是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事情为主哦，不要耽误自己的正事儿。然后我们先闲暇之余才一起见面，开开心心听歌听音乐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和气生财。送你们一颗我最喜欢的小番茄。哒哒，这就是我一天的一些食物。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？我吓到了，我说我怎么那么大阵仗？你们为什么那么晚我不睡觉呢？我觉得下次我看我尽可能的早点，不让你们那么晚，等你们回去也不安全。就是大家还是要以健康，还有就是以安全为主哦。而且平时我们可以走慢一点哦，但是不要撞到彼此，然后你们也小心，不要跌倒，关注自己的生活。今天要早点休息，然后明天才有好的状态。拍什么？也是拍定妆照，就是海报，就是每个人有一个海报。你们期待我海报吗？谢谢师傅。那我问师傅还有多久到？师傅说忙一分钟到。哦，好紧张，还有三分钟。距离你披荆斩棘之旅只有三分钟，说你什么心情？现在手都汗，好紧张，很兴奋，很亢奋。师傅，你觉得我能成功吗？肯定可以。哦耶。看着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样子。这是怎么录怎么解读啊？我这后面是不是已经开采了？开采了吗？